If spring is the season that wakes me alive, then fall is the season to contemplate life. Oh, yeah. I don't know what is it exactly in this time of year that makes the melancholy me reappear. Oh, yeah. Back and forth through. 嗨，大家，我现在到我住的地方巴黎，我在未来一年要住的地方，因为现在只签一年了。然后呢，这是我的房间，给大家看。这是门，我是住后面，然后也很大的衣橱，然后这样子。然后对面这边是学姐的房间，然后还有那个更大的衣橱跟三楼的厕所，更大的衣橱，学姐的房间，哦，三楼的厕所。我现在在的呢是我们的 living room 客厅，然后我们这个格局是我们是二三楼，我们是租二三楼，然后一楼有另外一个人，所以这是二楼，然后这是一个客厅，客厅。这样，这些都是学姐的东西。然后客厅的话，外面就是有街景，街景过来。这个门呢，就是一楼上来的门，所以一楼上来之后，往右边的话是这应该是 dining room， 然后那里是厨房，这边就是上三楼的。我跟学姐的房间都在三楼。然后呢，就下一个楼梯到厨房。我室友现在在打扫他的房间，然后这里就是冰箱、烤箱，应该洗碗机。然后这里有一间厕所，洗衣机、烘干机、厕所。这里有一个淋浴的。一个淋浴的，长这样。听说这一间还没有热水 ，OK。出来，它只有小只的头哦。对啊。你确定吗？我看到那个箱子是，如果你看到箱子有没有其他的标记？我看这个箱子是只有写这个。嗨，大家，我现在在我房间里，然后我想要先来打扫，然后希望今天晚上之前可以把房间弄成可以住的样子。学姐的吸尘器贴儿。And say goodbye to summer.Spring is the season that wakes me alive, and fall is the season to contemplate life. Oh, yeah. I don't know what is it exactly in this time of year that makes the melancholy me. Hell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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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.
装网路，这个 cable 看起来很难，掉下来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好，放，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这样。我们需要 free hug。OK。客难的桌子、高脚椅 and 爱和椒汁面、双月的超香。嘿，大家早，现在也不早了，现在已经是8月21号星期天的下午2点，然后今天3点的是 Johns Hopkins 台湾学生会的总校区，就是一个烘布校区的迎新。然后呢，等一下，再过大概5分钟，我们的最后一个室友学姐就要来了。所以我现在正在化妆。天哪，要迎新，快要24岁的人还在迎新。然后我真的就是不太喜欢玩迎新的那种团康游戏，就是跟名字有关的。我现在想到觉得很尴尬，所以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嗨，大家早安！现在是8月22号的早上10点半，然后我现在要去学校跟我的导师第一次 meeting， 好紧张！而且我刚约11点，虽然我们只要走过去只要15分钟，但我有点怕会迟到，但是留个15分钟的缓冲应该够吧？哎，出发出发！然后其实在这里路上我真的不敢在路上滑手机，所以就很少发蒂姆的接机。对，所以你们可能就会看到我拍一些安全繁华的地方，就想说，大火地魔那么危险吗？就是那么危险，因为我没办法拍那个危险的地方。等到我混熟一点的时候，再拍那些危险的地方。但我现在要出门了，好紧张，好可怕。大家，我跟老师聊完天了，后面这栋就是我以后的系馆，然后刚才老师带我去顶楼看看，view超棒的，然后这里比较安全，所以可以用手机。然后对面看起来是等 shuttle 的地方，对，对，就蛮怕的。但我现在回去，我还没吃任何东西，我快饿死了。但老师人蛮好的，开心。OK， 好，回家要把手机收起来了。什么时候可以靠自己住这里？我想不到任何靠自己的方法。资本主义的世界，一个月3500美金就可以买到这个景。还有这种公社，这里牛奶超多选择的，买了一个1趴，循序渐进，上次买2趴就是买1趴，然后看之后会不会挑战0趴脂肪的。然后呢，我终于买了咖啡机了，所以我的人生要被咖啡点亮了。搭校车成功 ，Home Campus， 啊，太赞了吧！死光光客。为了吃一个生日餐，千里迢迢。这是完全是变形。穿的裙子在这里登山，我看起来已经超荒谬。这真的是登山了。我们下次在这里写个加一。台湾人。加一。
这里啊，没走过哎。这个有灯的，哇，好赞哦！大家很赞哦，超辣！我刚刚在讲 Hello， 大家晚安，现在是8月23号9:46，然后我在确认明天的行程，因为明天是我们工位的新生训练，就是 orientation， 然后我边在吃这盘。超大碗的水果，我一定吃一点。老师有切水果来给我吃，因为有一些绿水就快坏掉了。感谢我的室友切好了还帮我拿上来。对，来看明天要几点到？8:30就要到了，但是他8:30到9:50都可以，我可能9点才到。那明天大家再跟我一起出门。来吃表姐极力推荐的 Chick-fil-A， 我点了炸鸡，就是表姐，应该就是表姐最推的那个吧。今天是星期六的下午3点了，讲车觉得好荒谬。我们拿到了这个海生馆的 membership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免费进去。海生馆在这儿，听说是不知道是美国最大还是北美最大。哎，你知道我们差点就进不去那个 visitor center 了吗？因为它3点就关。但海生馆8点才关，对不对？差的。
Google Map 上这样写的很大。雨林会不会有蛇？11:48，然后明天就是开学的第一天，有点小紧张，对。然后今天就是在家准备开学，然后刚才就是整理了一下课表啊，然后看一下每个课的已经有公开的一些，有一些公告的一些课程，然后是已经开的一些课程网页。没错，开学了，好紧张，暑假真的结束了，好累，感觉都没有休息到。那这个影片大概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陪我度过准备开学的这在巴尔的摩的一个礼拜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